人还没到，嘉义乡亲通通一拥而上，挤成一团，大喊韩国瑜我爱你。不是喊动算，就是拿手机抢拍，还有粉丝飞奔来送花。韩国瑜没有收，支持者嗨到俩不会掉。这回来嘉义是为嘉义县党内候选人吴育仁站台，喊出的口号是拼经济够巴斗。我们也愿意联手，如果将来吴育仁选上了嘉义县县长，我选上高雄市市长，我们可以联手帮我们农民渔民在外面找订单，让他们创造更棒的生活，好吧？先把这个大原则来这里主要目的先讲清楚。不止婆婆妈妈喊我爱你，还有小小粉丝抢看，还有大字报写着永远跟随韩国瑜。紧紧贴着韩国瑜，支持者想尽办法更靠近，韩流效应在高雄人气魅力满溢，连嘉义也挡不住。这蔡双吉、高梦柔 SN 小组。